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，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。白天它还能坚持住，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，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。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。这不是它的妈妈。 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。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，而他却无处可去。